十六七点十四三，就是十一。不对。我把车停到这边的，所以每次从这个位置出发。先看一下罗马这边，今天有哪些人。没有人跳舞，应该只是放音乐，没有人跳。现在看一下来，飘小雨，毛毛雨。这个老板娘就是洗脑。补光灯，那个其中有个没充电。
走吧，穿那个样子我都不认识。看到他了。这个是清楚吗？洗澡。这好像他这段时间第一次遇到他。晓得有没有打的？来休息的呢。拜拜。大雨哦。
Yeah.
厂门口谁在拍照啊？应该叫徐老，我去。这个人拉门槛的多少个人？刚刚才是高的，刚刚才抬十个五块。哪个？没看到十啊？全都是五。那个是人。看到开始。我怎么知道？我这里没看见，外头门口没开。没玩过。我有个本事啊，是吧？全是，哎呦，好淘。全是好久好多天没看了。那边去看一下。我昨天那个没带伞，我不需要伞，我觉得没有好。哇，这个曝光票太高了。感谢你们。看一下呀，哈哈。狗狗身上的鼠都有了。哎呀，我的衣服有点湿，戴了帽子，感觉不到。妈出他们一下，等一下就找他们看看是不是在罗马那个下面去，应该不许多儿他们几个都在那里。哎呀，因为境外那边开始要晚一点，8点钟，我这边今天来的比较早，就7:40多，7:45左右吧，7:50他们就开始跳舞。今天清明嘛，清明节，明天大太阳。我拿那个摄影包把我那个保姆装在里面的，没让他走路，下面全是水。我背了一个背包，今天我之前就背了一个小包的，没有背背包。哇塞，清明节晚上下雨，白天下不行。他们在那个地下室里面跳，下雨时候一次。这个位置可以跳哎，下次我让他们这个位置来。今天那个好多在拍那个泽巴，泽巴穿衣服我都不认识，他把头发扎得很高，那我说好有点面熟。他们也是。擅长的应该没来哦，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这个地方是境外，这栋楼，这个楼房是新修的，这个新楼盘，
它有间地下室，就这个位置，在这边下面跳，上面跳，下雨的时候在那边跳，还很少很少。哎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哈、啊。我去看下面有没有动静啊，说明他们在里面跳的，不知道。锦绣玉化，看到类似的这个问题，这个地方挨着那个成都 A 区的，这一块做藏族非常多，还有就前面罗城街那边更多。这个综合体的人都没有，还没开始招商应该是吧。哎呀，像成都这种太多，好像前两年那个就说有将近584个综合体修了房子，都要给你搞一个，下面给你搞个综合体，给你卖商场的一样，好吧？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跳的话，声音的话有可能比较大，有分享的，而且下雨了可以在这个地方跳。那天我拍了之后，就是在雨中，那个雨就这么大，但是坚持了很久，跳完了呢。哎，我相机没关呢，一直在拍。啊，对，把相机。
Thank you.